高少少啊呢個。真的，坐下去。咧一陣一會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你哋會有一張卡嘅，例如而家我同阿。好大聲嘅。整地跟住唔知整全。我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小學係咩先嘅？咁咩就爭我？好食啊！試一下。我是挑战冒险即用者的陶颖彤，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旋风球比赛，因为要得到十分才算胜利，我觉得这个环节很难，我今天学到了团体合作。上推下拉这样我咁樣揸啲掌嘛，好，跟住上推下拉。大家好，我叫李业俊，我是 PTS 大白鲨组的队员。我在今次动物周的时候学识怎样去撑独木舟，我还挑战了自己撑到去对面岸的沙滩那里玩。一件事不是只是单单一个人就搞得掂，可能需要很多人才可以做到。我要学识了 teamwork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白鲨组的朱海棠。要搬个艇上去那个架上面呢，我们一定要很多人帮手才可以轻松地摆下去的。Team building 是很重要的。他叫阿俊，他喜欢打篮球。今年 PTS 2023旅行者小队的董佩希，今天我们来到浸会园去宿营两日一夜。我们第一日就玩了罗马炮台，然后我们中三连胜添。十字架和你们的炮架已经搞定。
啲咩啊？而家炒蛋咯。大家好，我系 PTS 旅行小队嘅钟俊廉。今日我学咗点样煮嘢食，我感到好开心。我哋先会进行少少伸展，跟住我哋会再出发去起点，之后我哋会进行活动啦。有冇问题？我第二样嘢想问翻人，有冇带水？有。OK， very good。我头先行咗夜沙独行，而家我哋喺中间嗰度。